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，我也伤害过别人，我也被伤啊。一位这个姓陶的，昨天还一直在问我佑辰的事，你烦不烦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你烦不烦啊？谁敢跟你讲啊？你到时候拿去节目讲。那你当年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对不对？明明在一起，我还记得在延吉街的巷弄约完会散步，你就硬要走在前面。我还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你总在他们面前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问》。那明明就在一起，丢包。后来分手还寄了一封信，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，我都留着哦。傻子，把我骂了一顿，扯东扯西，这都是我的阴影啊。还有那个姓蒋的也是，哎，是你在追我的，当年喜欢的是陈汉德啊，你在追我，后来突然间又分手消失，是傻傻。然后夏雨桐也是神经病，始终不承认，你丢高，不懂啊，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，哎，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。早期那个我真的是个王八蛋，可是早期那个我也是身边很多王八蛋带我走到现在。尤其我刚才讲大小 S， 我就是选择算了。所以各位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康熙来了，反而他一直在跟我说抱歉？很抱歉，我当时讲的那些话，造成你的那个人生的伤害。因为我们都有秘密，谁没有秘密？大多数的人都有，看你要不要讲，要不要放下，要不要来一个努力活出自己。但现在好像就是一个没有秘密的状态，大家都不太愿意把秘密永远的自己去疗伤。OK， 很棒。但你们在落井下石啊、隔岸观火的时候，也要想想，难道你都没有秘密？像我看到前几天唐老师在讲，哇，这一波会两年多，我就在想，所以你都没有秘密吗？不好意思哦，就流弹扫射。